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号宣布，西班牙、葡萄牙和摩洛哥获得2030年世界杯主办权。2030年恰逢是世界杯100周年，首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乌拉圭将会举行特别纪念仪式。此外呢，乌拉圭还将会与阿根廷和巴拉圭各自承办一场世界杯的比赛。2030年世界杯也将会成为首届由3大洲联合承办的世界杯。